没有什么暗毒明毒了，在老共的眼里，哦，就是毒。哦，所以老共这一次点名了，哦，国民党籍的立委，哦，那这表示说国民党还不够努力了。国民党在中国，哦，整个要触统的一个过程当中所做的努力还不够，舔共舔的还不够，亲共亲的还不够，所以国民党要搞清楚，国民党公子还在那边沾沾自喜，你要问问台湾人民怎么看。所以国民党现在很清楚，除非现在有一个标杆，叫洪秀柱到北京，在共产党的领导面前清清楚楚的表示态度，支持统一，除了像这样的国民党人，中国会接受，其他的你如果没有很明白的公开宣示支持统一的，全部被打为台独。